可是看到你就是有看到那种温暖太阳的感觉。谢谢，希望大家看到我不会更冷才好。不会，我看到你就充满了笑意。那 Patty， 其实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跟 Godiva 合作，你觉得心里有什么感想？其实我一直都是 Godiva 的忠实客户，因为我很喜欢吃甜食，我从小就喜欢吃甜食，我觉得吃到甜的东西就会让我心情很愉快，所以很开心这次可以参加 Godiva 的开幕典礼。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冷冷的冬天里面，你心里面要暖暖的，就是一定要有 Godiva 的巧克力。那刚才其实 Patty 也进到店内，不如说我先生是，他更喜欢，因为他都不知道要送我什么礼物的时候，他送我 Godiva 巧克力就一定没错哦。所以如果到过年过节，他真的每次如果没有心思，他知道他送我 Godiva 巧克力，我一定会开心。所以这个是在节庆中 Godiva 巧克力在我们家是不能少的。哇，刚好你跟先生都这么喜欢吃 Godiva 的巧克力。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，然后我觉得送女孩子巧克力就是代表的那种心意是一定不会错的。那这一次因为情人节又有一个这个树的这个概念，我也觉得很好，因为其实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维系就像树一样是需要灌溉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念很好，我相信这今年也是会很热门的礼物的选择之一。好，那平常既然都是先生带个礼物回家给你吃，今天活动结束就换你带回家给先生吃。对对对对对，今天晚上也是小猴本命年，对，所以就祝大家猴年猴幸福，猴年猴开心，小猴子祝大家猴年万事如意。嘿，这句讲得好，今年大家过年就用这句来祝福了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谢谢 Patty， 我们马上在舞台上要来。